这就夜间了，妹妹，妹妹来了呀，我本来想治个病的。哥，这里。来了，妹妹。你怎么什么也没带呀？马上降温了，你妈没给你准备衣服吗？是带我过来找你了。我给妈打个电话。别打，不想和她说话。不想和她说话，这个给你，20000元。啊？有钱了？加20000。我不想嫁人，那个赵小雕就是个流氓混混。赵小雕是个流氓，现在退学了，就在镇上游手好闲。钱是他们家彩礼，啊，彩礼20万，这是定金。那你剩下18万哪去了？你怎么不把剩下18万带过来？带过来再说呀。这和卖女儿有什么区别？有什么区别？拿我去抵他们的债，我很生气啊。我们该怎么办呀？我想想，把钱作为本钱，月底还完，立即将这20000元退掉，还是将10000元欠款还清？我觉得先将欠款还清吧。啊，退了。退了，我这钱不没了吗？这你能要？我觉得可以先拿一手啊。啊，人要有底线。行啊，那他这20000块也没啥用啊。哎，行，妹妹，我每天。我给你算一下啊，妹妹，咱先别急啊，我给你算一下。你看啊，我一天每天我跟老头下3盘棋，一共是150块钱啊，150减15。每天老头那里，我会要拿他135块，你知道吗？完了呢，我搬个砖。我搬砖，我就算2回吧。我搬2回砖，我得200块钱。2000等于335。每天我的收入就是335块。这个我每天动感单车，我可能要10块，吃饭要20块，那就是30块，一共是30块钱。330等于305。每天我的收入是305块，一个月的话。完了，不够。归零。完了，不够。啊，对，我还得住店呢。那住店再减2000块，那就是7000块。我操，我都月入够万了，我这不直接，我这直接好生活来了。那行吧，给他退了吧，不义之财。完了，没了。哎呀，给班主任宋老师拨通电话。宋老师，请问是哪位啊？宋老师，你好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只能靠你了，宋老师。我今天上午啊，就把你家的这个情况反映给学校了。好。你让瑶瑶明天就回来上学。爸，他的住宿费和伙食费都不用担心。大多数不愿干啥的发我呀。发了吗？没吧。哦，让他明天再上学。另外，我今晚上门给你妈妈做下思想工作，这段时间瑶瑶可以先住学校宿舍。
可以买彩票，那我得买点彩票啊。瑶瑶能读书才是要紧事。感谢宋老师。哥，你到哪去了？哥来办了点事，宋老师打电话了，让你回去读书。我也想帮你哥。不用，你哥很牛逼，我还要没事闲的去捏个脚呢，别耽误事，赶紧走。女人就是耽误事。我等你。挂断妹妹电话，准备去人力市场看看。电话又响。贺子，这几天有没有空？有空的，听你安排。双十一了嘛，仓库那边提早分件员，工资是一样的，但是如果你连干三天，有800块钱奖金哦。我连干三天有800块。行。就是今天开始，去不去嘛？去不去嘛？我最近确实很需要钱，要求好感度60。那可以。嘛，肯定也不容易，这次就不抽你的了，要连续干满3天哦。好的。双十一应聘，购买一个车票。好，车票买了，给妹妹找一个住所。上哪给她找住所去呀？租房。直接去地产呢？可以，去地产看一下，直接进军房地产。咋了，哥们？买房还是租房？我要买个房。老老啊！咋了，哥们？我租个房吧。清水房600一个月，精装房3300一个月，押一付一。简装房，我想想啊，我有1400块钱。咋了，哥们？买房还是租房？那我心情有了改善。哎，这个简装房租不了。第一个也穷逼，不是，这第二个有点贵了呀，这钱不够啊，我没得选啊，我只能选600的。哎，我这妹妹挺坑人呐，我偷电瓶吧，我操！哎，算了，拉倒吧，咱不能干这种事儿啊，咱不能干这种事儿。我现在我要干啥？我不喝啤酒，喝酒对身体不好。我先。给我来一斤生瓜子。好，我生病了，给我来个包子。我治个病。小伙子，小感冒。感冒了啊。好，30块没了。我感冒了，完了我找老头。点技能分点货物做双十一 ，OK。
我摆摊怎么摆现在？是我没到呢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没到我摆摊的时候呢？我今天来一波物流。你要租仓库还是找工作？等一会儿，我先把我皮鞋换了。哎，皮鞋可以。不对，等一波啊，别急。我买个摆摊儿。不是摆摊啊，分拣货物是吧？小货物出现概率5%，降低50%。买个幸运石，幸运一点。OK。这车让你骑的工地餐没了，哎呀，那两三块的无所谓了。我手动一手，F 是拿起，空格旋转货物 ，F 放下 ，OK。等会儿，有点难啊。难啊，啊，啥意思啊？游戏说明啥意思啊？啊，要装满呢，我操！说呀！哎 ，fuck you！ 任务失败，我那啥，我重新开始这一天，我不知道我回答，今天得回答，这少钱了这。不给工资，那是一了嘛？喂，行吗？行吗 ？OK， 先买个车票。先去工，不用，去地产。来了，哥们儿。OK。自动算了，不行，怎么能算了？给我来挂壁面，快！挂壁面还在-6呢，那不吃了，下回。
看咱那行云流水的一套小操作没？小伙小感冒。啊，我已经有固定住所了。来杯豆浆，双十一去。完了，老头没倒，操！哎，他怎么挪我的马呢？他怎么把我马挪了呢？山走过的路，人海浮沉不停追逐。开挂是吧？租仓库还是找工作？我手动一走。
卡我。完了。大的整，大的一个就行。多少钱呢？奖金112。啊，情绪减20。怎么减我情绪呢？衣物个人卫生啊，那我换一个。好，饥饿了，先吃饭，去厕所前面吃。先给我来份烤地瓜。我觉得我可以去彩票店看一下，回家洗呀，回家能洗呀。这边我都没来过呀，感觉很适合摆摊儿。市场摊位已解锁，哟西，咋摆呀？摆摊儿，这里摆摊人好多，怕是生意难做呀。我去哪摆呀？难做你不也得做吗？我靠，你这也太贵了吧！你那500什么衣服？正宗现场赔现金10000元。去过长沙的朋友都知道，不吃长沙臭豆腐等于白来。现在不用去长沙就能吃。老板，来张彩票，刮刮乐，最高100万，中奖号码54，15是中奖机会，5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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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再来一张，二十七、七四、十六、五十三、九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七、二十，一个二十，一个二十七，弄二十，回本。再来一张，三十三、三十、三十、三十三，哎，没有。亏十块，再来一张，九十四，我中一次我就不刮了，又没中，亏三十，中一次我就不刮了，八十六，二十，行，再给我来八十六，纯骗局，赶紧走，兄弟们，钱全让他骗没了，赶紧走。臭豆腐，湖南省委招待外宾的金牌小吃。纯纯的骗局，
直接回家。早晨醒来的时候，很少能拥抱阳光的温柔。先回家，不急，因为马上晚上了。劝我忘了所有。你来了，有什么事情吗？我走错了。哎，我出租屋，我咋回家呀？想不听他不让我进呐！我这不已经租屋了吗？可能有些许迫不得已，日子再苦也要继续。还好下班前回家啊，看着看。请交水电费啊！充值一走，充个100块。还可以啊，妹妹。哥，这个给你，给我50块，哪来的？帮人发传单了。啊，好妹妹，电脑，安装电脑。啊，还有电脑呢，哇，妹妹，咱家马上要富裕了，你别急啊。安装电视，当前使用。海沙风云，这啥玩意儿？还二次元呢？晚上你带妹妹逛了逛周围。